的心意是，难道你这么让我这么想要让我成为国王的心意吗？可是要选尼克星上我直播哎、欸，尼克星很壮哎、欸，我是一团肉哎、欸，不好吧？麦伟斯，哎呀，好可爱哟、喔，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喔，梅维斯，好可爱，好喜欢哦、喔。那、啊、这场也不用抢中啦，因为是哎、欸，哦，这场不是那个皮纳卡哎，这场是小礼物箱哎、欸，啊，这样有点尴尬，我这样抢不到。很多很多那个加速鞋的话有点亏啊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靠礼物箱喷出那个加速鞋吗？史密特，史密特是隐山啊，没错啦，我就是那个隐山啊。对啊，隐山啊，最近才刚刚才在追排球少年，追不久啊。现在有时间的时候都在看排球少年，赶快把它追完，慢慢追。我觉得还蛮好看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来到这个战况。哦、有梅维斯的加持，能不能让我们拿下第一名？让我们砍下去龙卷风隔壁的电脑，我们先不理他。他现在在上周杰伦龙卷风。我们现在走阵容有个老鹰，有这个枪哥哦，算我又忘记枪哥的名字了。那我们应该枪哥血真的很薄、哦，我们现在没有肉盾，有点尴尬。这边左边台坦克车，左边有另一个韩国仔，然后现在加速鞋有点干枯啊。哦，没有任何的碟子视频尴尬的，我们这边拿起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发育吧。左边的田地已经刷新了哦，过了一年有一年，我们拔一个，哎呦，有造型的梅维斯拔起来特别的滑滑腻腻呀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啦，干嘛啦？德少碰三角啦，哎，芒果，德少，哎呦，吃芒果，快点，我吃芒果，快点。掉了，德嫂跑掉了，那没关系。看来你们今天看不到德嫂喂食秀了。然后呢，你们继续玩我们的好玩游戏。主播在兴奋什么？没有兴奋啊，我在认真的播游戏啊。还是要这样，还是要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这个下路这边拔去田地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开始一个发育，然后再往右边走。OK， 然后龙卷风被击杀了，那我们这边开始打到一个哥布林，然后我现在很冷静的在玩这个游戏，因为我不兴奋，我不快乐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上路弄一个一直快乐的天地哦，好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稳定的前五名，前五名的话。会过得比较好一点，然后他后面闪一个扭地，好，那我们就再往下走，后面有电脑这边抽筋，没关系，把它收掉，一下两下，快快乐乐在一起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，左下角，的话，我这样子就会玩得比较好玩，有梅维斯的加持，好。这样子会很好玩的哦，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比较不兴奋一点？比较不兴奋，你是不是比较喜欢一点？如果你喜欢这种的话，那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这边右边，我默默的来到了好多好多的宝石，然后呢，来到我们的这个加持 ，OK。野猪其实很不错哎，但是我觉得开场你没办法能支援的话，会过得相当的辛苦。哎，我的格雷格正在漂移，的飘，我们的格雷格正在漂移。1月1号，我们今天才去那个，我们今天才去那个 Uniqlo 买衣架。然后你今天说拿十月一号就拿一台衣架打我，我天哪，砍树喽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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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右边有个人韩国，哎，我的网络在倒了，我的网络在倒了，哎呀，刚刚有点不受控啊，不受控制，难以理解啊，给鬼鬼怪啊，有点差点不受控，根本就等顶不住啊，哇，完全不知道干嘛了，我刚刚网络卡
啊，王卡啦，王卡清，硬王卡啦。拿树哥我就不想要拿梅维斯啊，真的是根本是很不想拿，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这个后期的那个发展。Arriba， 难怪外国老外在抱怨这个伺服器啊，我也感受到狂卡了。想看贝塔的加一，这边没多少人吧？哎，这边的话，拿起我们的钱，再拿起我们的宝箱。哎，完全在上班路这边自嗨，完全没屁用哎我。我在上班路发育，我都是左左中中左左右。哎，这边有个小号，救小号啦！救小鳄啦！救小鳄啦！救！这电脑！救小鳄啦！这电脑恐惧的。Computer here， nice meet you， nice meet you， Computer here， 来，Yo man, let's meet you. Yo, OK， 这边拿下了一个快乐的经济。那我们的两台坦克车，看看能不能再抽到一台吧。记住掉坦克车，没有抽到，没有关系，刚刚骂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刚刚想说我会抽到坦克车，抽一台吧，我就不用那边去征收另外一台坦克车了。我们直接合为一体啊，我们直接可以合体啊，不用需要在那边收集两台车啊。哎呀，哎，好吧，就再收集一下吧。好了，我要是揍人，那我受不了了，我顶不住了。来看他好吃的，顶顶顶，你们乖，你们乖。哦，跑偏，我直接离我去。他说，哦，这个人有两台坦克车，非常的凶猛。我平常我被两台坦克车不动，你那么乖，就差看到我的车队了。哦，这是你的游戏，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游戏。你们如果。如果这个影片有上到这个，如果这个直播有上到影片的话，不要搞，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。哦，撤退没有，这个游戏没有撤退，怎么了？这个游戏只有前五名，我们努力的搞到前五，好不好？打开哥，努力搞到前五名，好不好？好，哦 ，Hola 哦 ，Hola 家具店哦 ，IKEA Hola 家具店跟你逛。当然说 Hola 的这个家具的价格啊是比较贵的。那如果要平价一点的话，这个 IKEA。那再要评价一点的话，有这个那个我家隔壁那个回收厂隔壁的椅子，好，如果你缺椅子的话，可以捡起来。但是最近的椅子被拿去关了，所以要他关两年才会特价。Yeah， 拿下你！欢乐台，欢乐台也是第一名的，奇怪。